我 Fanny 咧今日带各位 B Crazy 嘅会员嚟咗盏多全市最新嘅雪糕甜品，一齐入去睇睇啊！潮流咧就兴食乳酪啦，呢一款咁靓嘅甜品咧就叫 Jam Yoyo 啦，佢系由乳酪雪糕同埋果酱做噶。哇，真的好好味啊！其实咧，乳酪雪糕咧唔单止可以做甜品啊，仲可以做月饼添啊，绝对啱晒我哋咧呢啲注重健康又贪靓嘅女士啊！同你哋介绍一下 ，Moon Yoyo 咧系由乳酪雪糕做嘅，够晒健康啊！它是由七个小月饼加上一个大月饼做成七星伴月，而小月饼里面咧系由不同味道的果 jam 做成的。如果你有朋友咧，都好似我咁注重健康又咁贪靓嘅话，咁送 Moon Yoyo 月饼俾佢咧，就最啱佢心意了。